喜悦你都记得呢？说的是甜的，纠结今天吃什么的时候，我今天想吃火鸡面，但是好像家里没有了。有点纠结吃什么，
上班吗？主要是他的小龙虾拌面真的很好吃。Oh.
不想咳了，说好痛啊，今天不咳了吧。好像那天是在，为什么那个外卖的老板没回应我呀？蟹钳，订了蟹钳吃。虽然不是很想吃，但不知道吃什么。自己煮面吃吧。哎，我不想吃烧烤，我不喜欢吃烧烤，我煮面吃吧。
了。